温碧霞呢日出席自家口红品牌嘅发布会，呢个系 iWin 同好友合作自创嘅品牌。充满爱心嘅佢，仲会将一半收益攞嚟做善事啊！其实我哋点解会有呢个 idea， 系觉得我哋好想成立一啲慈善基金去，做一啲慈善嘅嘢去帮助。譬如今次我哋个 lipstick 咧，系一半嘅即系收益咧，都会捐俾呢个慈善基金，而去帮助一啲有眼疾嘅人，即系譬如佢哋睇唔到嘢，即系恢复佢哋视力咯。咁所以我覺得好有意義啦。早前 iWin 就憑電影《墮落花》得到愛爾蘭第八屆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嘅最佳女主角，最近呢個獎終於都送到佢手上，對 iWin 嚟講實在係個好大嘅肯定啊！好開心，即係依然係好興奮，因為呢個獎係我夢寐以求嘅，而且係國際嘅獎，即係喺英國愛爾蘭。咁對手亦都係好多國際嘅影片啦，有中國啊、韓國、日本啊、歐洲片，咁所以我覺得可以贏喺國際贏到呢個獎，我覺得即係實在太開心了。係啊，咁係唯一遺憾係冇親手去攞呢個獎啦。咁但係好戥成個劇組好開心咯。